首先欢迎我们美丽的宋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欢迎大家哈能够抽空来看我们的演出。在这个舞台上的这一群年轻人还有儿童呢，他们在这个半年之内呢，从不会跳舞到今天能够站在舞台上演出，身为老师的我为他们感到骄傲哈。还是一个老套哈，想要感谢一些我想要感谢的人。首先呢，我要感谢妇女会的会长张松才女士，还有妇女会常务委员周月香女士，有来吗？还有101饭店老板娘赖静仙女士，当然还有帮我找到这个场地的小姐潘杰小姐。最后呢，我还要感谢一位男士，就是李良彩先生，他就坐在我前面。我感谢他呢，他让我们用他去的天道佛堂排练我们的舞蹈，真的非常感谢他。然后我呢，最后呢，我还要再感谢谁呢？感谢我们的照相师季玉小姐，我们的照相师在哪里？季玉小姐，还有我们的摄影师陈顺兴先生。在门口帮我发节目单的美丽的女士，她就是我的大姐刘若扎老师。我还要感谢这半年来一直支持我的学生的家长们，没有他们，今天我的学生就不会站在这个舞台上面，因为他们平常的功课的压力非常非常的大。今天的演出呢，不是我一个人力量可以完成的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的飞跃舞集的演出只是一个开始而已。明年呢，每一年我们将会呈现不同风格的舞蹈，展现在大家的面前，所以我们明年再相会，谢谢。Thank you.